我们可以做朋友，不过一起战斗是必须的。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回忆桑提来了，碾碎他们！每一步都是以神怒吼。怎么的？刚开一波。 谁的一血呀？蓝圈儿，螳螂这也算是没法了。来，去他蓝 buff 插个眼的，如果这螳螂敢打蓝，我们就把他杀了，他没法打野。 夹，哎呀，没夹出来，我操！但没事儿，螳螂没有惩戒了啊，他打不了野，他一局绝技他打不过野，我们不亏。 早闪呢？为啥我不早闪？因为螳螂一级学的异境。那他没放E呢，我就闪现了，还能打死他了吗？那不让人玩死了吗？兄弟，你想一想，拿你那聪明的小脑瓜想一想，为什么不早点闪？ 帮不了你啊！ 我能做的就是赶紧推线。 回来，塔下战神回桑提。 敢跟我在这防御塔这个位置跟我打，我把这称之为回桑提领域。白送一个。昨天我看蓝莲汉粉丝的视频了，那把打积木。 那把回桑提，这个熟练度很低呀、啊。
以后能不能发我打了两天以后的新英雄，等我回熟练度上来以后再发。蓝莲汉粉丝儿，我要批评一下你。我会挡下他们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。现在我回苍提熟练度真还可以了，真的，我那小连招啊也都会了。这 WE Q 技能这连招也会放了。在生活中，在战场上，我犯过的错我全都记得，那都是我的过去，也是我的动力。我来打呀，走，你看看见咱这熟练度没？现在这英雄很熟练。有些时候想要保卫就要战斗。耶，走！去去去去去去！啊！你现在后悔反抗我了吗？说句实话啊 ，W 的技能啊，他们为什么没帮我 ？W 的技能蓄力一下好。主要是我没点燃，他疾跑跑的又太快了，没好刷。快点的，别当塔下战神，走，去去去，走，去去去去，这不随随便便敢敢单单吗？为啥不用点盐啊？你要让我别用点盐，你让他落手别用疾跑。来呀，
好杀，我这太刮痧了。谁呀？螳螂。我的祖先建立了纳粹王，他们没有被神明、帝王和野兽征服，我也不会。能不能打死了？还我靠，杀个人这么费劲。来的炖螳螂，螳螂星虫，不错，就是大人。丝滑，都告诉你了，现在我这魁伤极致英雄熟练度是可以。现在我们打不过他，血量不够，而且没大招，打人刮痧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时候就不能找他拼了，得等有大招的，然后能打得他。顶！这不是能打过吗？这刚才旁边有小兵，那外我技能放的好啊。每一步都是一声怒吼。来个石像鬼，再来个反甲。直接儿的，起，能烫死吗？应该烫死。
不上啊，怎么开疾跑跑太快了。这英雄技能冷却好快， Q 技能冷却时间好像是和他血量加成有关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没太注意看一眼啊。啊，护甲魔抗可以缩短那个技能生命，不是技能冷却，释放时间通过生命值来缩短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可保不了你啊，我可撤了。还是得来个小反角，这样有重伤。下不去呀，怎么的？咦？螳螂。顶。起。戳起，这一个兵人抢不着，跟着马尔巴哈，我操！对，拉克斯，对，哎嘿嘿，拉克斯死了，我吃点饭，还骚不？嗯，喜欢骚，还骚不骚？都没有区别。优酷会员已到这儿，没有什么怪物，人不救你早走了。
怎么可能呢？我不用他救啊，我死不了啊，我石像鬼都没开，你没发现吗？但我死不了啊，咋不信呢？我这英雄老能跑了。哎，我去，好疼啊。老师救救！老师没在呀，马尔扎哈咋不过来呢？我肯定得死，那亚索有红啊，而且这不是有个亚索，刚才没亚索。冰心确实可以，整个冰心吧。或者整个蓝盾都可以，给他缺蓝就冰心，不缺蓝就蓝盾。来来来来，队友，走！起！奥顿，点坐。起！啊？大招没了。那也确实不用开大的，我啥都有，你说我开大干啥？而且不贴墙。你是辅助吧？我差不多。哎，这玩意儿打团就跟奥恩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就贼笨，左边打一下，你右边打一下，左边打一下，你右边打，你来回追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追。你负责追人，人哪跟你这跑？
小死棍，不就小死棍吗？没蓝了，撤。1700打个鸡吧。哎，我要回家你们就不要回呗，非得野我是吗？啊，为什么非得野我？并接着吧，蓝不太够用，打个蓝 buff。谁都可以拥有武器，但战士还会反击打爆。让他打一会儿，看看他能打掉血。MVP